大家好，我是木林森好空气商学院的周浩然。今天下午呢，给大家录制一个视频，是负离子如何穿透人体的一个实验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准备好了一个瓶子，瓶子里面呢充满着浓烟。烟雾当中有什么物质呢？我们都很清楚，烟雾当中有颗粒物，有尼古丁，有甲醛、甲苯等等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把它放在桌面上，用人工呼吸的方式吸入大量的负氧离子，然后呢，用我的左手去接触我们的一个导线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瓶子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。来，各位请注意看我们的一个实验变化。各位看到，此时此刻呢，我们的一个烟雾已经消散完毕了。这个实验说明什么？说明负离子能够穿透我们的人体，进入我们的细胞和血液当中，再通过我的一个左手导入这个导线里面，把里面的烟雾完全进行消散和进行消除了。那么生态级的负氧离子呢，进入到人体的体内，能够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和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，有效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和机体抵抗能力。那么今天实验的展示部分呢，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，谢谢。